生物安全是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，尤其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。生物安全的定义是通过一系列措施，保护人类、动物和植物免于生物危害的影响。生物危害包括病原微生物、病毒、毒素等，可能导致疾病的传播或对环境造成破坏。因此，建立有效的生物安全体系，对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至关重要。 在生物安全的具体实践中，预防措施至关重要。这些措施包括对实验室和医疗机构的严格管理，确保所有生物材料的储存、处理和运输符合安全标准。此外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相关培训，以掌握正确的操作程序，从而降低意外泄漏或感染的风险。例如，许多国家对高风险病原体的处理都有严格的规定。 要求使用特殊的设施和装备，确保这些病原体不会对社会造成威胁。不仅在实验室中，生物安全在农业和食品安全领域同样重要。现代农业往往需要使用许多生物制品，如农药和化肥。这些产品如果使用不当，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影响。此外，人们对食品链的安全性越发关注。 尤其是在食品生产和加工环节，必须确保没有有害的生物物质或污染的风险。因此，农民和生产商需要遵循生物安全标准，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。生物安全不仅是国家的责任，也是公众的共同参与。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如何识别潜在的生物危害，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。例如，在疫情时期， 大家应该遵循卫生部门的建议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定期洗手，并在必要时佩戴口罩。通过提高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，我们可以共同抵御潜在的生物威胁。总体来说，生物安全是一个多层次且复杂的领域，涉及科学、政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。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， 生物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，因此各国政府、科研机构和公众都应共同努力，加强对生物安全的重视与建设，为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奋斗。